对，应该可以的话，赶快打一个2-for-1了。对，这一波要想办法打进陈玉瑞的出手，短了，球哎也拨到张博威的手上，再送过来，陈玉瑞又是玉瑞，但是最后球是来到铁米的手上，哇，这2分要替钢铁人买保险了，今年球季钢铁还没有连胜过。